家好，我是小编。你有发现小英的 LINE 选单当中出现一个 VIP 的功能吗？如果没有出现，马上按下下方的点我看更多，它就会出现在左上方啦。那今天小编就要来帮大家好好解说，快来跟我一起来了解吧。首先呢，你会看到 LV， 那它就是等级的意思。先偷偷说，只要到十等，旁边还会出现辣椒哦。再来就是邀请数，就是你成功邀请好友的数字啦。那先把 VIP 的页面关掉，按下右下角的邀请好友。那我们现在就来邀请妈露吧，按下传送，就可以邀请好朋友加入小英的 LINE， 得到积分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 VIP 页面，旁边有一个分享数。现在让我们关掉 VIP 页面，上面小英贴文中旁边有一个分享框的地方，把它按下去，把这个贴文分享给罐罐团购群组，按下传送就 OK 咯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回到 VIP 的页面，至于讯息就是传送讯息给小英的次数啦。按下左下角的键盘钮，输入你要传给小英的讯息。小编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重复的讯息是不列入计算的哟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VIP 的页面，然后右下角的点击数就是点选特大图片连结的次数啦。那我们来看看普通大小的，再来看看特大图片的，这样就看得出差别吧。所以之后看到大图，千万不要错过点击的机会哦。最后最下方这个荣誉勋章，就是小编收到最多询问的部分啦。其实啊，只要你参与小英所举办的辣台派开奖，或者回复相亲面对面等等活动，就能获得一个勋章。想要收集的你们，千万不要错过小英的活动哦。除了多分享还有多回应外，系统的计算方式是讯息一分，点击两分，分享五分，邀请二十分。只要十等就能得到一根红辣椒，三十等两根，五十等三根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啊，各位赶快邀请朋友进来，一起努力向外出击，让我们成为最辣的辣台派。只要加入小英官方 LINE 账号，每天都有最新最正确的讯息给你哦。